OK， 来，现在为各位示范这个全人哦，不开主动技哦，基本上血压超过20000，所以我选择了输插队哦，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碾过去就对了，没事。哦，其他死应该是不会有了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期待哦。我来干嘛顿顿啊？奶奶，伤害好像比想象中来的软了一点点呢。速速，我不速速啊！哎，这样他是光枪符是攻击无效。哇！应该不会强化符纸天降吧？应该不会啦。过啊！我算过的。哎、欸，有难度哎、欸！龙科卖！哦，今日要么错了，我知道怎么干的，哎，干了喽。这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等下再告诉各位哪边很重要哦。很重要啊，看好了，回血了。哇说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每次我在玩神魔之塔就要乱笑？嗯，哦，受不了你呢，真的受不了你，真的好烦呢。看我受不了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一只拖鞋不见了？有啊，龙哥可以吸血啊，所以重点是你龙哥要能够帮你回血啊，龙哥回血这是关键哦，关键很重要哈。不然就 QQ 了。你看，你出去要进来，我就知道。每次这么玩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啦？我有点缓急。哦，痛痛的，痛痛的。一开始给你吸力重置，然后又不给你，又不给你，又不给你那个，又不给你可以攻击。这时候我会消杂猪，不消攻击猪。哦，注意哦，听好了，消杂猪不消攻击猪哦，不消攻击猪啊！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平板性消杂猪不消攻击猪？为什么？啊，不消攻击猪，你老输哎！知道为什么不消攻击猪吗？关了就丢了，关了就丢了。嗨！纯龙科非常好，不是纯攻击，是纯龙科。纯龙科对，你要龙科还没集满呢、啊。那这次血量花多少？100多万而已。怎么办？我想一下。
不要死哦，先讲好不要死哦，说好的不要死哦。哦，好嘎仔。嘿，应该是不会切猪吧？啊，大家，水火木光暗 ，OK 的 ，OK 的，一波爆发带走了，一波 seven， 一波 seven， 好。哦喽哦喽哦喽 ！KO。只要我可以，你们都行啊！这种转租都可以，你们哪打不过的，不可能啊！妥妥妥妥！哦，全人全人啊，不开机哦，不开机！谢谢各位一波起。